好好多謝大家。咁我哋而家咧又聽一聽口琴温柔嘅一面。我會吹小白船，但我會用四隻口琴去吹嘅。本來用一隻 C 調口琴咧就可以吹到小白船噶啦，但系你會問點解咧？咁我先用一隻吹，我會加埋伴奏嘅，即係以前先打拍子，即係加咗呢啲聲，嗰啲嚓嚓聲。咁先用一隻吹下先。好了，比較一下用四隻的話，原來用一隻口琴吹咧，你加嗰啲伴奏咧，已經由1960年到現在咧，你用一隻口琴吹嘅嗰啲伴奏係唔夠好聽嘅，嗰啲和聲唔係好啱嘅。但係用四隻咧就會啱曬，所以你會覺得好和諧，好有立體性。好啦，而家由頭到尾聽一次啦，請大家。咁和諧咧，其實口琴咧係已經係產生咗一個革命噶啦。咁呢個可以吹到咁諧協嘅咧，咁係由我呢個粵華仔咧係創立出嚟嘅。嗱，鋼琴咧有雙鋼琴啊，四手聯彈咧。我呢次咧就係用兩手四琴，剛才係咁樣吹嘅。
咁你哋咪覺得口琴好特別咧，同埋好和諧咧，啲好諧協嘅聲音。嗯，你哋而家中，你哋會唔會中意聽口琴啊？哦，好多謝。嗯，有冇人咧可以表示咧係可以，你哋係中意口琴嘅，可唔可以舉下手啊？哇！啲掌聲，好多謝你哋。你哋想聽 encore 啊？好啦，雖然時間緊，好，我一吹一隻中國民歌《鳳陽花鼓》。掌声，多谢谢恩光校友为我们带来口琴表演，我们的掌声继续，掌声继续，有请我们下一位表演嘉宾 Mr. Fabio。